那接下来你就必须要知道说，我们的课程数据科学有数据了。当然，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有 Tableau 这套软体。好，那 Tableau 是什么呢？所以，首先我觉得你当然也可以看我的讲义，但是我用网页，而且用图示化来引导，让你了解什么叫 Tableau。所以，我这边我比较喜欢用那种，我不喜欢请你背什么啊。大数据分析就是什么3个 V、4个 V、5个 V 好，然后创造第6个 value 好。其实我觉得几个 V 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能够记得住的。我现在只希望说，如果说你打了 table，然后你去点这个图片，请你先用这样子的方式学习。你现在看到的 table，它就是一堆的图，它就是一堆的图。而且哦，你看像这张图告诉我们什么事情？它可以在手机上面，它可以在平板上面，它可以在桌机荧幕上面。哎，不过它用的都是 iOS 的系统，也就是 Apple 公司的。好，然后在各种不同的装置上面呈现。另外，它可以画很多张的视觉化图表，可以画地图，可以画这种折线图，可以画堆叠图。好，然后这么多个图表，很可惜，它居然仪表板不呈现。好，那这就是标准的仪表板。通常我们还可以，例如说点其中的这张图的一个部分。其他的5张图会自动联动，哎，这就是我要特别请你知道的，因为这是 Excel 做不到的。好，就是说 Excel 也可以画统计图表，对不对？但是 Excel 它这边比较可惜的是，它假设我点它，我要所有每一张图即时联动。好，这个是。它就暂时 Excel 这边做不到，必须要使用 Excel Power BI 的套件才可以完成。所以你大概知道2件事情，Tableau 是什么呢？Tableau 它其实是很多，就是它可以画很多视觉化图表。第二，每一张视觉化图表可以彼此对话，在仪表板里面。彼此对话，所以这就是我们就是教完视觉化分析，要再教仪表板。然后，可是你要知道说，通常会用说故事的方式把看到的知识告诉别人。这个时候，Tableau 还提供了第三个很重要的特色，就是 story，中文翻成故事。好。